认识范围里面啊，真的是热情无比的人哦。不论你有什么疑难杂症，只要你告诉他，除了包生小孩以外，他都可以解决。好，真的非常的欢迎他，他也很热忱来跟大家做分享啊，来掌声。好，大家好，那我跟这个钱包跟偷懒茶来做的，因为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来，用这个时间短哦，用 Google 表单做一个即时票选，是要干嘛呢？因为我们学校总务处做了一个水池，他跟我说，我们可以做票选，晚上去外面找一些软体来做，我觉得。